看这字体来，拿个啥东西？水果。来，这小来苹果，胸膛就爷，拿着。梁叔叔给你们拿到水果。叫这个姐们带，来，吃吧。再玩玩手机吗？哇，好神奇啊！比我的洋气啊，是吧？今天托尼老师要给托尼老师剪头啊。托尼老师要给戴维老师剪头。坐。哎呀，久违的感觉是吧？咱俩谁的资质比较深？他差得远着呢，他的资质。你滚！你上干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都报一下多少年？今年第九年。啊。哦，第九年。你多少年了？他都退休九年了。都直接吃。我都退休这段时间了，你干到现在才九年，啊，不少了，不少了，不喷点水吗？啊，喷点水哎。现在你看他剪刀多少？专业，真专业，啥都有。看，不中上北京桥底下去摆摊去吧。这不干活呢，我跟你说比你挣多。那俩联手，对，咱俩联手吧，好吗？联合，四张凳子一个小桌，管。两张凳子简单吧，那俩凳子一个小桌，咱坐那喝啥？管。自己当老板，对，还不用交房租。自主创业，我还不用交房租。都是钱高，金头的。金头的。烟不要。行。见不见啊？见不见啊？我剃光头。剃光头啊？剃光头，老人剃光头。光头不是更快吗？啊，剃光头。四川的吗？啊，不是四川的吗？是啊，四川的。四川的。中午下班上班了。哦，上班了。上班了。苹果吃一个。啊，不要嘛。来嘛，来嘛，拿着吧。哦，洗好的。新年快乐！啊，新年快乐！啊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啊，老人，我这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都高兴嘞！啊，高兴嘞！啊，最高兴了。嗯，看煎的咋样？人家都用海绵，都用舒服了。我海绵我拿了，纯手工嘞，这是。好嘞，走，我不接了，先洗手，你先洗手去。我也洗过。洗，你在家里瞧去。走，去吧，咱俩上去吧。来啊，不来。有没有人叫靓仔？有，绝对有。你刚才精神多了，真是。是再不叫靓仔，我都立马都走。人家都是说像咱45嘞。谁说的？网友。说谁？说我。啊，咋嘞？都说比个减25嘞。减毛了嘞。减毛，我今个饭都没吃啊。我爱丽丝，这个牛嘞啊，少你了，对，你也都说我想当了45嘞，我想25嘞，好，看年轻多少都看你了，能不能对，能不能年轻的都看你了，对，管，他这个头专门留住叫你剪嘞，跑了3000多公里，2000多公里，到山东啊，2000多公里，嗯，你好好嚷两句，牙哥。这都是牙哥，给牙哥整帅点儿。来，抱着他，叫他上回去。还有再磨点儿。磨点东西。我多打点儿。香闻闻的。香闻闻的。搞笑，你笑啥？没见过那帅不？这咋的？见不着那帅不？对，从来没见过那帅不？哎，对对，打到这儿，哎，对对，嗯。必须伺候你嘞。对，行。好。年轻不年轻？年轻。像不像25了？像25了。24嘞。